Voilà, chope-le, chope-le. Zico 的 battle 太强了，完全被吓到。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听到那个拍子，是因为 Zico 跳出来了我才听到。就对音乐的处理，还有对舞蹈的很多的理解，还有一些角度的诠释都非常丰富，非常非常非常厉害。他的神态是真的就是战斗，为了把这个人救回来的战。Zico 在跳的时候，我就内心中有失血，有一些感动的。OK, judges, 究竟谁将拥有打开自己瓶子这一个名额呢？ 3, 2, 1, 恭喜 Zico!